台南市永康台湾主办市地定位案传出即马有备案，工程公司是铺布诈领费用，初步金额是达到3700万。台南地检署发动搜索，八号时阵传十个人去说明，其中有两个业者，还佫一个监工，是涉嫌伪造文书，佮诈欺以50000到160000不等来交保。台南市16期永康台湾主办市地中位案边啊拢围起来，对1901年9月开始动工，工程正在进行。不过现场的排水沟所含边啊土地关隔差至少10公分以上，土方无确实回填。台南地检署则地检局追查出16期中位案土方工程费用灌水，用不实的数据和不实的发票灌水工程费用至少3700万。并没有实际施作挖方、废方清运以及回填土方的工程。那虚报的这个工程费用呢，约新台币3700万元。一六期中位案占地超过19公顷，有900名地主参与，估计工程费用2.6亿。中位完成了，除了地主政府会当分配到土地以外，还有5000平土地是地费地，再由出租金的人按照金额和比例退掉。嘛，因为工程费用愈高，地费地愈多，真侪间的厂商透过工程费用灌水，侵占地主应该有的权利。传讯的15名关系人到案。那经过讯问之后呢，发现确实有福报工程费用制作不实单据的情形，包括营造公司负责人、工程行负责人以及现场监工。检方问话了后，两名业者甲一名监工分别以160000、50000和50000元交保，因为无排除政府官员佮其他人涉案，检方继续扩大侦办。记者李秀兰、柯建准、陈兴坤，台南报道。